但是我这个角色可以种土豆雷，你们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哦，你们现在知道仙长跟土豆雷的关系了吧？我能再种一个。哎，怎么就两个人啊？刚才我们有四个人，我们现在就两个人了。好好，来队友，来队友，来队友了。在这里再放一个土豆，放两个土豆雷，然后我躲到一个角落。仙长的正确玩法就是要猥琐，我们不要跟僵尸正面作战，我们躲在这个点，然后我们派我们的洋葱出去。对，这应该是个大蒜啊，用大蒜去和僵尸作战。火龙草，给我好好干活，别给我偷懒。好的，第二波来了，直接空中打击僵尸，有个拔分宝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哎，被炸死！我先放几个雷守一下。铁拳打铁拳打铁拳，听我指挥啊，听我指挥啊！对对对，弯道下士，打铁拳。有人在打基地，谁？全是人。外星僵尸，哎，好，最后一波了，这是第一波，这是最后一波吗？还是倒数第二波呀？我好慌呀，现在。摇 boss。到底别武王吗？这个 boss 还好吧？他在我的土豆雷上面出来的，直接给他炸死了，好吧？讲道理，他凭什么可以在我的土豆雷这里这么猖狂？这武王搞笑啊，他凭什么？土豆雷炸死你！迪斯科僵尸害怕了，让我给他表演一些曲子，怎么表演曲子啊？引诱他到留声机，对，要把他引过去，过来过来，把他引过来，过来呀，过来，哎，别打他了，引过来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大傻子，你变成机枪干什么？引到这边去，别打了，哎呦，哎，我要挂了，是，对对对对，来这里来这里来这里，哎。我和我的三个傻子队友又害怕了，别吧，我不想被折磨了。打我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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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啊，来打我，对，没错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来打我，对的，非常好。哎呀，蘑菇，蘑菇，你有病吧？哎，就这样子，你们开心就好。蘑菇死了啊。死好，死得好！我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这个玩法。我变成蘑菇了，可算会玩了，可算明白了。可算明白过来了，他可能还有一次啊，还要搞一次。好，你都已经会举一反三了，豌豆下士，你非常棒啊！火龙草，你也很棒，你学会举一反三了，就也不怪他们吧，就是这些你的队友大部分都是美国小学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他们不理解这个东西也很正常，他们就只知道摁着鼠标去打那个僵尸。